大家好，我是杨帝，今天咱到养护家帮粉丝选一只精品的哈士奇，走到狗场了，去看一下。咱这到养护家里面了哈，看到没有，没见狗，先听到狗叫哈。哎呀，毕哥，那是一只小博美哈，搞得比较脏。这也是毕哥。哎呀，哈士奇哈，马上就要越狱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都要出来了。这边还有哈，马牛，毕哥，这边拉布拉多。大家都是在上面搭了个台子，用笼子养的，方便清理打扫。下面是空的，只有一只柯基。女人们，叫拉布拉多哈，他家拉布拉多也不少，都是在上面，看到没有？毕哥，拉布拉多，这边还有吗？梦幻色的哈士奇，拉布拉多。哎呀，这个场面，看到没有？站的都不错啊。侧面一看，这样的是他家的母狗啊。咱找一下狗场的主人，女人呗。女人不？哎，找不到人哈。女人呗。喂，好，狗那小姑娘哪呢？要不了喂。没这个。还有哈士奇，小姑娘。我心想念进去，我给你看。哎，我毕哥，哈士奇当奶妈，我也是醉了。看到没有？那一个有特点哈、啊，吃饱了再肚皮睡觉。这我毕哥的奶妈竟然是哈士奇，大家想到没有？最拆家的竟然当起来奶。有有有，要背。咬人吗？这还有一窝拉布拉多吧，这是他家的产房，应该小狗不少。那边也是一窝哈士奇。今天的主角登场了啊，这一窝哈士奇。不重要，有点害怕哈，怕老狗咬我。这样吧，咱先给粉丝开视频，让他看一下，看他喜欢哪一个，再给大家拍视频看一下。看咱这又爆出来了哈，里面太吵了，粉丝要吃公的。咱在里面找了两只品相好一点的，你把这两个都给我抱一下子吧，宝。然后就刚才和粉丝开视频，里面太吵了。这是两只比较好的小公，看到没有？双蓝眼三把火，这两只都是双蓝眼三把火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火是开的最好的，它这一窝里面最好的这一条。然后刚才和粉丝在外面开视频，他定了这一只，然后这一只还有吗？这也不错，看没有，双蓝眼三把火都到位了。他家哈士奇幼犬还有吗？然后粉丝要的是这一只，家里还有不？还得有能出窝的还有几条？还有八九条，还有八九条了，还有啥别的狗？拉布拉多还小点，拉布拉多还小点，他家能出窝的现在还有哈士奇，还有好几条，八九条。然后拉布拉多还小一点哈，咱把这一只拿走，帮粉丝发货。哎，那么厉害吗？还有没有喜欢的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